世界如此之大，找到一个真正的爱人并非易事，爱能够改变人，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最沉稳冷静的人，面对爱情，他们都会难以控制自己，忍不住为对方做一些事情，甚至是看起来有些愚蠢的事情。下面这13张漫画就完美诠释了恋爱中人们的心理。一，你不能离开他，他一秒钟，时时刻刻在一起。二，就算有着一整个家的空间，你们也会只想互相依偎在同一张沙发上。三，任何景象小事都能让你想到对方。四，爱情让你灵感满满。五，你会变成他的英雄，对他无微不至。傻瓜，你忘了带你的午餐了 ，Tilda。六，你会拥有全新的爱好跟兴趣。七，你们会一起开心的做着蠢事。八，另一半说的任何一个笑话你都觉得十分好笑，你变成了他的捧场王。九，在生命中无时无刻都感觉到幸福。十，你无法控制自己不断满意出来的感情。十一，你们吵架超不过五分钟。十二，年龄再也不是问题。十三，你们变成了彼此的灵魂伴侣。可爱的漫画却展示出了最真挚的爱情。相伴一时容易，相伴一世难。愿天下所有的美好的爱情都会开出最美的花朵。